健保讲坛。邢军，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国际首席专家。大家好，欢迎收看健保讲坛。这期我与大家共享的藏品是青花四季花卉纹罐。相对在我们收藏当中，大部分藏友以及家里边流传下来的一些藏品，大家对它这个知识面都不是非常广泛啊，隐隐约约只能在器物当中找出那么一两点特征，就作为对它这个年代的这个推理，我认为是不准确的啊。相对我们只要在平时多留意，在偶尔就是空闲的时间内多翻翻书啊，像现在这些瓷器的、木器的、铜器的等等一系列的书籍都普遍在都有啊，上面就能找到你相应的要的这种答案。今天就借此这个栏目啊，我们做一下对器物的一个整体的鉴定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看到器物当中啊，看到器物的情况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从它的特点当中，然后对它作为一步一步的这个推理，然后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相对我们看到的，它这是一个罐子啊，但是罐子非常特殊啊，它没有盖，它有四隙。这个四隙这种功能在罐子里边，就是为了便于携带，它所以制造了四个隙。相对把这个绳穿到这个四隙当中，中间一拎，哎，它就可以提着就走了，里面盛满水，你像在下地干活农耕的情况下，你渴了可以解渴啊，它也就是个融水器。相对在古代也可以把它用杏啊拎起来，下面给一点火，给温度，这个里面的水也可以提温。这就是它的罐子的这个功能。找出这个功能呢，首先咱们也就把它定性为它是当时的实用器啊，一个盛水的器物。青花花卉纹四细罐，口径9.4厘米，底径15.1厘米，高16.7厘米。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成色稳定的特点。此展品花纹色泽清脆欲滴，釉面鲜亮滋润，幽嵌美观，明净素雅，收藏价值极高。再我们从它这个罐子当中，然后就对它这个工艺作为分析。我们从这个罐子的这个里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好多棕眼儿。像这种工艺，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官窑，它不可能有这么多棕眼所出现啊。再有就是咱们看的它这个胎土啊，官窑的这个胎土要比它更加细腻、更加紧密，也就把这件器物也就准确的定性为民窑制作。然后我们再去看它这个画片啊，从它的画片当中，我们也能看到
它没有这个官窑器的那种细腻啊，它的这个画风啊简单粗犷啊，咱们能从这个画片当中也能看到啊，它经过它画的是这个四季花卉，但是它都是很简单的啊，几笔勾勒就出现啊，经过这个重淡之分，然后分出了阴阳面啊，这个画的这个花瓣的阴阳面。然后重要的一点啊，也就是它这个渲染啊，我们从它这个大的这些地方能看到，它是很简单的把这个骨料蘸上，很简单的几笔哎，把它就渲染出来了。这也就是我们准确的把它定性为民窑啊，它跟官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年代中，这就是我们要找准它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好多藏友对这个器物的这个年代这个鉴定是含糊不定的啊，今天把它定为啊清早期，明天把它定为这个清中期，因为它的知识这个层面以及它这个学到的一些东西它是含糊不定的啊，它没有找出历史上的一些过程的这些准确信息。像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青花发色啊，在历史上其实非常非常明显的一段时期，也就是清代康熙时期，我们所说的这个翠毛兰啊。我们从这个颜色当中，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当中，就很准确就能把它定性为这是清代康熙所有啊。因为在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从苏麻离青乃至到我们的国产料等等一些地方料的这个眼发色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就在鉴定当中或者在玩这个瓷器当中，你就得把历史上从一开始是什么样的这个骨料，到我们这个民国是什么样的一个骨料，乃至到现在我们的化学原料，这些东西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啊，把它的这个发色一看啊，基本上就有一个推理。然后再一个，它这个画风啊，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历史当中也只有康熙时期才开始了这种渲染，也就是说一墨出五色的这种时期啊，这件器物它也就体现这个过程，这就是两者所吻合，跟这个时期相同啊。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辅助的一些这个工具，比如放大镜啊，比如显微镜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比如看气泡，或者看它这个放大后的一些细微特征，这样的情况下就更能去准确无误的对它作为这个年代的这个推理。相对我们在看一件老的器物和一件新的器物，我和一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仿的器物啊，这是怎么去推理的，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康熙时期，这是我们认就是我们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清早期，但是到清中期的情况下，清中后期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这个瓷器是仿这个康熙时期，那我们就从骨料上就把它就推理出来啊。即使你的画风都很相似，但是骨料它是改变不了的。
对吧？他的青花发色他是改变不了的，然后他的胎土啊，在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情况下，他的精炼程度以及他的这个淘洗程度也都不一样啊。官家一旦提升，民间的民窑也在提升，这是相互的。官家的东西一旦质量这个下降，民间的也随着下降，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在这件器物当中也就能看到它这个胎土啊，相对也就是属于这个康熙时期的那种紧密程度啊。再一个，康熙时期的这个釉料啊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所说的它这个锦皮亮釉啊，它不是说是在我们在其他一些时期看到的那种瓷器，它这个以及这个给我们这个感官啊，感觉它很有点抛或者有点釉饰的这个厚的程度有点臃肿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在这一个时期湿釉也非常厚，但是它是达到了一个紧密的这个程度啊，胎土跟这个釉的这个结合也非常紧密，这就是它完整的第三点特征啊。我们看到它的锦皮亮釉，再有一点，也就是我们在圈足下能看到啊，釉跟这个胎土它这个结合部位，哎，它已经泛出了这个火石红。它的火石红，我们有些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这些圈足，它会要么是土染，就是造访的情况，它会把这个染得油乎乎的啊；要么是它会泛出来那种火石红，就是它在后来染色啊这个过程。我们从这件器物上能看得非常清楚化的一个特征性，就是它该这个胎土该白的地方它还是白的，它这个釉在胎土这个结合部位，我们能看到它很自然地泛出了这个火石红。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说是现在人你能做的这么自然啊，它只有说是一天一天累积而成，自然泛出来的，从内部的这个结构里边它找出来这个缝隙的情况下，它再渗出来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老东西里边能看到这个火石红啊，它才显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市场上，也就是我刚所说的，大家能看到好多种这个火石红，但是它没有这个颜色的这种自然程度啊，要么红得很，要么是土染的，是一堆一堆的，它没有这个过度的这个感觉啊，因为它自然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官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瓷器鉴定当中，就分为这四五步去对它器物的这个准确以及定性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按照这种流程过，一般情况下不会说是被我们所说是打眼儿啊，它老东西它就是个老东西，它新东西它造访的它肯定在这些不足当中，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问题啊。我们不能说是只在器物当中找出来一两点符合当时的这个程度，我们就把它认为这么多，这个是老东西，这是一个不准确的信息。好多藏友在这个收藏当中，因为就是这只找出来一两点，他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他还去敢跟这个一些老师啊，他去理论，认为他这个是非常正确。其实，即怎么讲，一般情况下，专家老师要比这个藏友们要见的东西要多得多。相对应的，老师再去讲述每一个特征性，或者是跟你去探讨每一个特征性的情况下，它是实实在在的，你这个东西里边确实存在，反而不是说是你们在下面所
这个交流的当中只说出这一两点，这个就为造访者所提供了这种空隙，所以在收藏当中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打眼现象。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古文化古艺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正确的被收藏者所爱好。因为好多藏友在一进这个行业当中出现了种种种种的这个打眼现象，乃至这个钱财受损失啊，到最终家里边可能有上千件啊，甚至更多。在我认为，哪怕咱们在收藏当中家里边唯一只有一件，但是要是对有一个很正确的，我们不贪图多，我贪图它对，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在古玩行业里边也有一句话，不怕你就是这个收购的情况下不怕你收的贵，就怕你收不对。贵了我们再过两年过五年后可能就会回本，因为它是一件老的东西，它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以及古玩的这个上升价格，它总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让你回本。但是要是一件不对的，可能你永远没有回本的可能性。所以在大家收藏当中就按照器物的每一个特征去找准它的点，然后对它作为定性，不要以一两个特征性来对器物的这个推理，这个是不对的。好了，这期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